我侄女最喜欢你了，预言家。师妹也出了一个唱片喽，最后那是单曲《最后我失去你》啊，这么悲伤的歌，悲伤会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。感情之所以美好，就是因为悲伤。对，婚姻之后就变成你连悲伤的资格都没有。没有了。过年桌上总会摆上一些零食，每个人一定会在家嗑瓜子配电视。请问，过年嗑瓜子有什么意义？不要声音，现场不要声音，不要有声音，现场不要声音，来，才子，答错要扣分吗？对，要，当然要扣啊。克胸吗？克胸。我跟何梦远确实是有暧昧，像情侣间的行为，但这些是在我得知豆豆跟梦远分手后发生的事情，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，深感抱歉，我会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，对不起蓝队，谢谢你们，我对我所有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错了。我想到我们有禁什么了，我们没有禁酒，我们没有禁食物，但是我们有禁私下去运动，就是去那种不是打球那种，不能出去玩票性的打球，因为怕我们受伤。然后但是我还是有一次有跟我朋友去，然后有被抓到这样子，被我们队的、啊、他就莫名其妙出去，哪来又停，但又停不是也代表他去，没有，因为他家就住附近，然后因为我发现都被我们队长发现，春哥他就叫游艇来抓我，他就说你怎么在这，就是你为什么在这边打球，然后叫我刚刚回家。有啊，我就解释啊，我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上来，然后他就说我才发现你有没有请刚回家这样。你回家了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运动这件事情是我该做的，又是我喜欢的，我就放飞自我。哎呀，这个是因为他突然做伏地挺身啊？什么？何梦远突然做伏地挺身。我先拿，非常好。通通你自己做装的，两秒一秒。哎，时间到。我当时真的是自己白目，然后自己黑稿。为什么还要去做伏地挺身？然后做完了就算了，然后还卡弹，我真的是白目，我真的是该死。